现在气候异常愈来愈严重，常常出现着强落雨的情形。为着避免造成淹水的灾情，桂林区公所伫市府的支持之下，是投入了660万的经费，进行林地区黑白水上游的荷花整修工程，预计4月底就来完工。为了避免桂林区受到淹水之苦，区公所持续投入治水防洪的相关工程，除了日前完工的石安桥，现在也针对林地大白上游荷花进行整体修缮工程。期待对上游做起，减少淹水的灾情。哦，咱即马看到这工程是咱仁德区排水护岸整治的一个工程吼。咱的市政府当然支持吼，我们争取了660万的灾后复建工程，来伫做咱这条非常的重要的排水系统吼。咱知道这条排水系统目前这里是属上游阶段，会流经下游的仁德啊，所以这个部分相当的重要啊。我们也感谢啊，咱的市政府大力支持。未来这荷花将会有4.8公尺的高度，同时长度达到125公尺。也因为周边有真侪工厂，区长也是希望这工程完工后，会使避免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。那我们预计呢，做高达4.8公尺的护岸。那另外整修长度一共有125公尺啊吼，啊，拢希望讲这个工程来个完成，能够大大的降低我们归仁淹水的状况，让我们的经济能够正常运作，让这些工厂呢，让这些住家免于淹水之苦吼。整个工程预计伫4月底来完工，即个除了进行荷花的整修，也同时进行了清淤的工作，大大提升防洪的能量。记者郭博义，桂林区采访报道。